哎，叔叔来了。他们也跑回来的啊。哎，小丽，叔叔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这是要出门吗？啊，那个村里面在办酒，我们要准备去吃酒席。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去吧。我就不去了吧，也不方便。哎，没事，走吧，走啦，走吧。小叔叔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我就不去了，你跟妈妈、跟外公多吃点，好不好？好吧。来不及了。那个你真不去？不去，你们去就行了。那好了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。好，拜拜。小丽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去吃酒了吗？我不去了，回来陪着你。那叔叔他不高兴怎么办？没事的，我跟他讲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去吃这个酒席。那个彩礼我都现在在想办法。哎呀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，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我不要你的彩礼呀。我知道你是在为我好。但是叔叔他要这个彩礼，他肯定也是为你考虑嘛。他老人家嘛，有他老人家的想法很正常，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呀，对吧？我知道你是在为我考虑，你不用为我担心，那个我会想到办法的。我是不想要你有那么大的压力。我是男人好吗？有压力才有动力嘛。我觉得今天这个酒席你还是去参加一下的好。反正我这种感觉不是很好，这个礼数你还是不能少的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呢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为别人着想了，你应该多为你自己想想的嘞。我为了你，就是为了我自己啊。我们故事还长，有你就是远方。我想了一下，过完春节以后，我们要不到外面去闯一闯？到时候再说吧。那行。叔叔来了，他们也回来了呀！马上开船呢。你去吧。他没得座位了。那我就走。去吧。